你好，这里是有米客服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？我的男朋友在国外读书，要我发视频给他，但是最近新年他吃胖了很多，怎么办？那请问你是用什么手机的呢？就是用那个啥。就知道，来，我教你一个秘密武器 ，Nova7i。打开视频的媒体功能，腰多瘦就拍多瘦。但是还是希望你可以好好锻炼身体啦。有了 Nova7i 这项功能，大概能会可以控制饮食了吧？